Ash， 你可以咧邀请你上嚟咧去分享。Okay, good morning。早晨啊，各位。Do not fasten your safety belts. You are safe. 唔需要戴呢个带啊吓，因为我哋好快就会开始噶啦。我哋就好似今日咧有呢个国泰嘅司机啦，吓机师啦喺度。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啦。咁另外今日 Jenny 同埋佢嘅先生都喺度咧，即系佢非常之好嘅老公噶。咁好，今日好高兴认识你啦。Jenny 咧成日都讲佢嘅老公有几咁好啊，好靓仔嘅又够高。所以咧，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咧，好多人都知道噶啦，但系有啲人咧，可能都未系好认识清楚嘅。所以当我去宣布嘅时候，有啲人喺后边有啲曳啊，但我都好中意嘅。咁当我去讲到嗰阵时候，我都欢迎大家去叫啊，去吓。但我想你用凭着信心同埋好温柔咁样同大家去分享啊。但系咧，今日喺我心里边都系有个痛苦嘅，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听到 Jenny 就话帮我同阿 Sean 同埋 Bonnie Clan 就系佢。就驗出有癌症啦，咁依個嘅輻射這個照片睇到係喺佢身體上嘅癌細胞，咁所以其實係依個世界好自然嘅。上個禮拜我哋睇講到啲自然嘅世界同埋超自然嘅世界啦，我哋都相信我哋知道有科學喺度嘅，我哋唔係去否認依個科學所話俾我哋聽嘅事實啊。咁但係我哋同樣都係好尊榮咧喺天國裏邊嘅嗰個力量。同埋嗰個嘅所有信息啊，當我哋作為基督徒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學習緊點樣樣係既係活喺天國嘅裏邊，亦都喺個世界係活著嘅。咁耶穌就話：我最重要嘅目的就係我哋嚟到呢個當中，喂，話俾大家聽咧，天國嚟咗啦。就係當我哋嚟到去當中嗰陣時候咧，作為神嘅子民嚟到個當中嗰陣時候，我哋就等於邀請咗天國已經降臨。所以咧，我都亦都唔知點做，但我哋好愛 Jenny 啦。咁下個尋日我都留咗信息俾 Jenny 啦。我都同阿 Sean 就講啊，點解我唔講係星期日嗰陣時候就做一個星期日嘅醫治嘅特會咧？咁當佢我哋有個 Lex 醫生啦，咁佢都有同我哋講緊一啲醫學嘅建議啦，佢都知道咧係有啲醫生或者係手術要會做到嘅嘢，咁佢係一個我哋好好嘅朋友嚟噶嘛。Lex 喺邊度啊？喺度。咁所以我哋会去教导关于医治嘅信息，因为咧我哋知道信心系从听到而嚟嘅，所以喺度所有人咧都可能系都未必有一个好完全嘅健康嗰阵时候，我想今日你都会得医治啊！所以神系想你得医治嘅，神系想你有健康嘅身体啦，同埋咧系真系充满住好靓嘅吓，好有吸引力嘅。OK， 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都系个身体。有啲痛啦，咁我有阵时都好惯啦，我哋就尝试点样去，即系纯粹适应佢就得啦。咁你如果你唔去投诉已经好好啦，但系神咧系唔想我哋继续咁系全系俾啲痛咁样去折磨我哋，神系想医治我哋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喺神嘅话语嘅里边有几咁容易咧去听到啊接受到咧神呢种医治。所以当 Ash 咧系带领我哋哇去飞啦，起飞啦！我哋邀请个机师啦，佢系国泰嘅机师啦，佢亦都系会同我哋咧系用一个经文开始嘅。多谢大家早晨啦。所以啱啱咧 Rob 咧先至我同佢分享啦，喺个祷告会之后咧，我就觉得神话帮我听要有个祷告会，但系我觉得未系个时间分享。咁啊 Rob 就同我讲话就系你可能你纯粹好简单咁去分享下啦。点解咧？因为咧呢一个嘅时候系我哋可以提升我哋信心嘅时候，去分享呢一个祷告会。咁你都知道咧，有依一个咁嘅架喺度，就系代表系好严肃嘅时候啊吓。我想咧都而家个个系写低你个碌屎啊。I think a doctor must have written these. 咁应该系个医生写晒呢啲咁嘅嘢噶啦。
If I would phone and say, 如果我有个电话就同阿 Sean 讲话，你啱啱先至赢咗1000万嘅啫，嗱咁呢个就系、就系要有信心啊，就话啊个系咪真噶？咁我会可能一路听住电话，你继续讲咁样样。The too good to be true news. 咁其实福音嘅意思就系一个好嘅意，好嘅信息就系太好，好到你都唔可以相信啦。点解呢个系信息好嘅信息咧？As a new covenant believer, 因为是一个新约的信仰信息，我们是已经活在耶稣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工作的时代，耶稣已经在十架上面死了，还有他也在他复活，所以他粉碎一切恶者的工作，他已经是带领我们跟神再有一次的联合。他另外一种的事做了最重要就是他拎走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疾病已经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拿走我们的医治，拿走我们的疾病，所以他在十架上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医治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在十架上已经做完了之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事他再需要做了，我们只需要入到他的里面拿他所给我们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不需要压力说我们要去求，我们要做很多事，不需要。那有个经文呢，星期四的时候、就神给我在箴言四章20-22节，我亲爱孩子啊，仔细聆听我教给你，注意我要说的一切，用我的话语充斥你的思维，直到他们深深地渗入了你的内心精神。然后当你将我的话解开，他们就将真正的生命和健康光彩带入全人的核心中，即在你的核心的里面。So what do we need to do then?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是不是说到、你一定要建立起你的信心呢？你靠你自己的能力是要做到最好，成为一个最好的人？不是，他只是说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话语的里面，让神他的话语很深地入到去我们的内心里面生根发芽，并且是会成长得果子的，是没有需要有压力，我们只需要打开我们的心，准备好给神的祝福给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了，是真实的。只需要当保罗去在、使徒行传那里去向一个男人去宣告话语的时候，他是用了时间去将神的话语讲给那个瘸腿的、人，那个男人。男人听，那个瘸腿的男人当时在个会众里面去听那个话语，听得很小心，他都将神的话语入了他的心里面。就在那一刻呢，耶稣、保罗就说呢，起来就跟那个男人说，你起来啦，起身你就去行啦。他们没有去祷告了很多年，十分钟啊，没有，因为是当我们人是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是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起作用的。所以今天呢，同样地的，在这个教会我会看到，就是当 Pastor Rob 去跟我们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那个的信息就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信心是因听到而来的嘛，所以信心就会来了。信心来的时候，当呼召你的时候，你就起来，你接受，你企入，就进入到去神所给你的医治的大能的里面。所以因为呢，神是会确立他的话语的，就是这个人是他所得到的，是因为神经过他的话语，在他这个男人听到的话语里面去确立他。神啊，我们多谢你，我宣告你就是这个万国之王啊。神啊，我宣告你的话语是驾凌驾于一切的疾病之上的。神啊，我宣告你都敬拜你的名，因为神啊，你是活在你的
嘅成功，你嘅你嘅能力嘅里边，你嘅圣灵嘅里边，多谢你嘅圣灵咧，你喺今日喺呢个地方，甚至系透过我哋今日呢一个嘅video YouTube 啦，我哋可以去到嗰啲所有听到你嘅话语嘅人，佢哋都要领受到你嘅医治嘅大能。呢个技师已经带领我哋飞咗去飞上云空啦。真的太好了。当 Ash 在讲紧我哋嘅 notes 咧，咁我都觉得好特别啊，因为好多年啦，我已经好耐冇用 notes 去讲到啦。我通常系用重心去讲，但今日咧，我知道咧，我系要去将呢个真理讲得好清楚。我要打开呢个真实嘅信，呢个医治嘅信息，所以唔系先知性嘅。但我哋今日好想系温柔嘅，好有恩慈嘅恩典咁样去同大家讲，因为佢嘅恩典系好靓嘅，佢好想爱我哋，佢好爱我哋，好想祝福我哋。咁我有一个廿二章集嘅书啦，系讲紧点样系入喺神嘅医治嘅里边。我哋今日唔会讲晒，但系咧 ，Ash 咧系已经系带领呢一啲嘅人啦，甚至系其他嘅国家嘅人啦，透过呢一本书咧系已经教咗一班人噶啦。咁今日佢哋当中都喺度咧，去帮我哋一齐去祷告啦，去读呢一个经文啦。我唔想令到你好闷啊，但我想话俾你听，我其中有一个咧系唔中意嘅嘢，我今日唔中意嘅嘢做就系令到人哋觉得好闷，因为呢一样嘢系最唔好嘅羞辱嚟噶吓，因为我都唔想人哋系令到我闷，我亦都唔想令到人哋好闷啊，所以我知道大家都系一个好兴奋嘅教会，所以我哋咧都系好兴奋咁领受接受呢个信息嘅，咁所以我今日咧真系去读喺我本书上边。有一部分嘅章節出嚟咧，可以讀出嚟嘅。咁樣，我想咧將呢個時間咧，俾個時間大家咧，係等呢啲嘅真理咧，係擺俾你啊。咁可能有啲人咧，你係願意用幾個鐘頭去等所有嘅睇醫生啊，做 test 啊，咁做好耐嘅醫治療程咧。但係當我啲好多謝咧，神俾到香港嘅地方有個好好嘅醫療嘅系統啦，同埋設施嘅。當然都好多謝咧，有呢個醫療嘅設備啦，因為呢個嘅醫療嘅設備咧，其實係幫我哋咧，幫神咧係去打呢個即係仗啊，即係去令到我哋係醫好我嘅。咁但係，但如果我哋真系想顺服上帝嘅话咧，可能系咪就系话我哋唔去医生咧？唔系，但系系永远都系神嘅意思意愿想去医你嘅，但系亦都医生嘅心愿都系令到你医好你，所以咧其实系医生咧喺神嘅心灵喺神嘅命定里边都好重要噶，咁所以喺你嘅里边都好重要咧，就系要得着医治嘅。所以今日我哋好慢咁样，慢慢一步一步咁同大家讲，同埋好清晰翻咧呢个医治嘅真理系啲咩啦。呢个咧就唔系讲关于你所知道嘅，而系你关于你所经历嘅。你或者可能曾经去吃过那些药啦，同埋帮过你啦，但系几年之后或者几日之后咧，或者几个礼拜之后咧，你又再吃同样嘅药噶喎。咁我之前都系食过一啲药嘅，咁但系咧，神嘅话语就系咧，令到我哋医治我哋嘅嗰个药啊。所以我想每一次大家我哋去面对困难或者疾病嘅时候，或者一啲好烦厌嘅困难嘅里边咧，我哋成日都系同神讲话你拎走啦，我哋就期待呢个会就会拎走啦。其实天父唔系咁样样去回应我哋嘅。每一次我哋讲紧祷告呢一个嘅困难或者系疾病咧，其实每一次神咧就派佢嘅话语咧去医我哋啦。所以我哋咧睇翻箴言诗篇嘅107啦。诗篇嘅107章。19-20節的。我們一起呢去我們今天就好像很普通的一個很正常的牧師，咁你可能你就會同我好似我咁啦，平時我講到咁啦，調翻轉你好興奮啦。
你同我所需要嘅系咩咧？就系我哋喺人群嘅里边都系相信超自然嘅力量嘅嗰个嘅信心。因为当我哋嘅心灵里边接受嘅时候，我哋嘅口就会讲啦。咁当你如果你系想睇到人哋嘅讲嘅嘢，成日讲啲投诉嘅嘢嗰阵时候咧，你就知道嗰个人心灵里边系充满住苦毒噶。但系当嗰个人系不停咁样讲咧，系神嘅话语嗰阵时候，嗰种能力嗰阵时候，你就知道咧佢喺心里边其实充满住神嘅力量同埋话语嘅。哦，咁就话，于是佢哋喺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佢从神咧就从佢哋嘅祸患中咧拯救佢哋，佢咧就俾佢嘅话语去医治佢哋咧，救佢哋脱离死亡。你记住啦，神永远都唔会咧系即系跳 step 咁样样去医你嘅，佢系会一步一步嚟噶，唔系当。如果这个有人就说不是，今时今日已经再没有神迹奇事了，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今日神的话语都会不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呢，当我们去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他的神迹奇事嘛。所以你如果跟我说今日话是有没有神迹奇事的，那就是说你相信神的话语都不存在，是不是这样呢？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纯粹基于他们的经历，基于他们的理解，是因为他们的经历而不是相信神的话语。所以当人家就说，是啊，所以当我们去为人家祷告，或者我们要服侍人家去医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试过先跟他们说，就是说或者有些人他是想要去得着医治的，那他们有没有问你，阿神，你可不可以教我关于医治的事，而不是纯粹祷告呢？跟住我哋喺帖撒罗尼记二章十三节就话：我们也为这缘故不住感谢神，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不认为这是人的道，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讲多次，好有效果咁样样咧，喺嗰啲咧相信嘅人系好。成功的是有效的，是有能力的，是在我们的当中是有能力地去运行的。第一，你不是因为人讲的话而接受这个话语，是神所自己亲自所写的话语给我们的。第三，我们要期待这个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果效的运行的，是有力量 有能力，是真实你在经历得到，你真的可以得着那句话语的。所以当他给话语你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在神的话语拎到这个有果效的能力。所以接受呢，就是有很有果效的样在你的里面呢，是有能力的运行。And he folds this on. What's he doing? Is he receiving? No, he isn't. Okay. Now show me what. Lord, yeah, take it. Now, why don't you just hold both hands out in front of you here today? 我哋不如咧，今日就系举起个我哋嘅手咧，就唔系 Rob 教导我哋啊，我系接受你嘅话语。所以呢，我是期望在我生命里面是有效有果效地运行的。阿们。所以我们是为神欢呼啦。我就是想告诉你 Raymond， 当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亦都是面对一些手术的，或者你是做一些问题的，但我们知道一名堂同你一起站在这里，我们相信今天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有果效地运行的，有能力的。Amen。 所以有很多时候的人就以为神的话语或者这个的神迹奇事是只是很神秘的，只是偶然出现一下的。但是其实这二千多年就是因为这个这样的错误的信息拎走了，偷取了我们应该经历到神的大能的那个果效和经历。
聖經裏面就話咧，信心從聽道而嚟。我哋睇到羅馬書十章十七節就係話，可見信心是從所聽的道而嚟，所聽的道咧是藉著耶穌的話來的。所以咧，信心咧唔係咧係有偏見嘅，信心係單單從聽道而嚟就得啦。當係咪信心就係淨係喺聽新聞而嚟啦？唔係啊，信心係從呢、這個。信心是否听一些话很多的人的投诉啊，定是信心是否从这个看到很冗长的报告呢？不是，信心呢是从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那个神的道理的时候呢，是啊，神的话语呢就是神呼出的空气，是他所包含了所有神的力量的那个的应许啊。当我们信心是从听道而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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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解释多一次，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当你听得越多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在你生命里，在你生命里面就会更真实的确据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起来呢，并且是有果效的。那信心已经在个透过十架呢是已经医治了你的。圣信心呢是开始会出现，信心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去让你经历得到神的那种力量和鼓励。圣经就不是说呢尝试让到你得着信心，不是。在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而不是没有任何保留，这个是 absolute 的，是 100%， 就是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信心就从而来而来了，就从那而来了。那很多时候很特别啊，教会成日问个问题，信心怎么来啊？那信心就是从听道而来咯，个经文里面写得好清楚㗎啦。信心唔系呢，系尝试有信心。因为尝试有信心系属于人嘅方法啊。信心唔系淨系从祷告而嚟啊。如果你系咁样祷告求你有信心啦，其实就是你是从一个不信而去出发去祷告了。因为在神在圣经里面呢从来都没有讲过话在祷告里面得着信心，不是在圣经里面说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啲人好似好唔明白呢个咁基本嘅真理，佢哋就以为淨係一堆话好有恩赐嘅嗰啲人呢，一祷告嗰阵时候嗰个人就有神迹奇事。唔係咁样呀，唔係呢当你圣经你去祷告先出现，而係当有啲人你去倚靠神嘅话语嗰时候呢，你喺个里面就会经历啦。好多时候喺圣经里面去睇到嗰啲人得医治，係因为佢哋有信心，佢哋唔係倚靠自己嘅能力去有信心，而是依靠神耶稣去有这个信心。我想告诉你，信心是从听到而来。但是你又跟我说我不想听神的话语，我会去你临尾先出现，跟着你为我祷告就可以了。那不是啊，我想告诉你你是没办法得到的，麻烦你走开了。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你这样的行为其实很蠢的。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讲了信心是从听到而来。在圣经里面没有讲过信心是从你的祷告而来，或者你很努力去做好事啊，活出好的样式，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说你有罪你就得着不到医治的意思。信心不断咁样嚟到嘅时候，系因为我哋听到个道，直到咧系全唔系你自己嘅能力去推出嚟，而系好自然你嘅心理就会去反应啦。你会有个反应就系会相信，并且会想要去攞得到。你系有经历有能力喺里边，你感受得到嘅。千祈唔好去尝试，淨係去攞信心。因为当你去尊荣佢嘅神嘅话语嗰陣时候呢，係一个确定呢，係一定你会得着经历神嘅嗰种神迹启示㗎。你会知道呢，如果当你唔係嘅，你咁样你只係用自己嘅方法去制造信心嗰陣时候，或者係尝试用你自己嘅能力或者你嘅祷告你做嘅嘢去做出呢个信心呢，就唔得嘅。所以你甚至唔係
because of your religious pride. 唔係因為你喺宗教裏邊做得幾好，或者你有幾咁嘅聖潔啊？唔係啊，信心係能單單從聽到而嚟，所以任何人只要佢預備好，都可以得著醫治嘅，都可以得著信心嘅。如果只要嗰個人，只要嗰個人佢預備好去。有時間願意花時間在神的話語裏面的時候，他就可以得著個信心了。信心呢是一定是從這個 神的話語的裏面呢，是進入了我們心靈裏面的時候，醫治的大能或者其他的神蹟奇事大能就會在我們的信心裏面孕育出來，是會有反應出來，是一個很自然的經歷出來的。所以神的話語是永遠是現在式的，當你去聽到講緊神的話語是現在依刻在發生緊的事。但 Rob 那些的話語是以前五千多年之前在寫成的，在聖經的裡面是啊，但是那些不是神，不是人的話語，是神的話語嘛。這些是永恆的應許啊，這個的應許呢是對你直接個人有關係，是由這個永恆的上帝親自啟示給你看，親自話給你聽，在你面前講給你聽，是很個人化的。千祈不要只是看好像因為我是從我的口而講出，不是，是就好像神這樣是跟你們講一樣。当神去学识尊荣神的话语的时候，信心就会来的了。因为神的话语是永远是现在式的，医治是现在这一刻已经拥有的。神的应许不是那些说以前才发生的事情，不是，是他的神的话语是本身已经包含了神 的神迹奇事。每一次不同的侍奉那五旬即事的人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不是神不是去确认他们的地位，而是神因为透过他们的工作，让神的话语出了的时候，神就会去确认他的话语在那个地方。所以神当人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医治了，你就会知道，你会明白原来你真的经历着他的全同在。我亦都相信宣告呢，你今天开始，你当你听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你就会运行在这个话语里面，你经历的话语的里面，你自己为自己祷告，让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都好，你都会经历得到的。当你如果你听到或者 当你去祷告，为人家祷告或者为自己祷告，你经历不到个医治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并可能你真的 miss 收了，你没有将你的信心摆在神的话语。我不是说呢真的去好像一个邪教那样，你经历不到神就是不存在，不是。但我想告诉你呢，哪怕是你自己一刻你依然感受到痛，但你知道呢，神在你的灵里面经已医治了你，你只需要时间去经历那个呢痛是离开你的。那亦都我们有都见到呢是即时的医治的，我们见到有盲眼开眼，我们见到有些人坐在个轮椅好多年，去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即刻起来。你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呢听了三日的讲道，听晒即是神的话语好进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一为他祷告，他就起来了。其中一个女人呢，她是在个轮椅坐三日，就去听我们的讲道，到最后她心里面呢装满了神的话语的时候，跟着我们就一讲就说，如果你是那些人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的话，你就起来了。她就立刻站起身了，她就跑落去嗰个地方度啦，所有人都觉得好惊讶啦，因为佢老公都将佢个嗰个德国女人嗰个轮椅拎开咗，佢就嗰日就可以行啦。所以信心呢係从不断咁样听到神嘅道而嚟嘅，你係冇办法唔冇得，即係你冇办法唔得着，因为你係咁听嘅时候。就好像马可福音就说，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藉着相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你要看到神不是说跟着那个人，而是神跟着他们所传的道。
神咧系确认嗰个佢哋所传嘅教导，所以佢哋都神咧系确立佢哋所传嘅关于耶稣喺十架上为我哋嘅身体、为我哋嘅生命已经献上一切嘅嗰个道，佢拎走晒当时耶稣摆喺被钉十架嗰阵时候，嗰刻开始佢已经完咗。当佢喺十架上面就话已经完成啦，喺新嘅约里边，喺旧约嘅里边，喺最后嘅嗰个嘅时刻，当耶稣喺十架上话已经系完成，已经系完成，系真系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好似咧，因为耶稣就系嗰个嘅高，嗰个最高嘅祭司啊，佢所做嘅祭，所献嘅祭系最好嘅祭，系可以抵挡一切嘅仇敌，粉碎一切仇敌所做嘢，所以当佢讲完成，就已经是完成了。在《使徒行传》十三节就讲，然而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放胆无畏地传讲主的道。有好多人呢信了主，因为他使用使徒所行的神迹和奇事来支持他们所传扬有关主的恩典信息。你要看到是神呢是支持他们所传有关主的恩典信息。当你是去传他神的道的时候，神是藉着他的话语去支持他所传的道。所以当你听到今天我们所讲的道，你已经接受了的话，其实你就是那个人了。所以记住，如果那个人是没有去真的听到神的道，没有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去经历医药医治。通常我们如果是就这样普通祷告的话，可能大概2%到才会得到医治。但是当你不断地听我们讲的道的时候，是看到有7-80% 的人是可以得医治的。但是如果有些人呢，是当时保罗呢是不断地是讲道祷告，讲道讲祷告，讲道又祷告。他说当耶稣就说你要去传讲传扬讲道，跟着祷告。但当时呢，耶稣并没有向那些的法利赛人去传讲道，因为他们太过骄傲，他们根本就不听耶稣所讲的说话。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Ash 所讲过的提过的那个的经文啦。咁喺神喺圣经里面讲。I want you to see this fourfold succession progression. 喺四个步骤啊。Paul goes to Lystra. 保罗咧去到一个领袖嘅里边啦。咁当时希腊嘅文化就系佢哋敬拜好多唔同类型嘅神嘅，佢哋系冇信心嘅，佢哋根本就唔认识耶稣啊。所以那天呢，在那里由出世开始他已经是瘸腿的了。那保罗就，如果我相信如果保罗一来见到他就说你站起来啦，我想很多人会很失望。那很多人都是，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我们去到那个病人的当中去祷告，跟着看不到有什么情况发生，我们就很失望。不是啊，但你要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当保罗所做的什么呢，就是当保罗开始讲神的恩典的信息的时候，就是你其实已经是医晒的了，神已经医晒你的了，他已经看到你的公义，他已经是复原了你本身应该有的形象。那个的希腊的男人，他听得很仔细，他是用心全心全意去听他所讲的讲的道。当保罗在讲的道的时候，他是听着，他很细心很留心去讲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希腊的人就听到保罗所讲的，我听到我感受到神的那种永恒的能力，我见到呢神的话语是多过大过我所听的所有的智慧，不是这个人的智慧，不是我们这个脑袋所出发的智慧，而是神的灵在里面是有大能的话语。所以这个希腊的男人很细心地去听，保罗是知道他在听的。然后突然之间就说，突然之间
我哋讲突然之间啦，突然之间就系意思就突然之间啦。保罗就知道呢个瘸腿嘅男人系已经有咗个信心去得着医治。当时有好多好多，可能超过百个人喺唔同嘅南唔同嘅国家而嚟嘅。佢哋可能系有佢哋嘅宗教背景啦，佢哋有自己嘅唔同嘅信仰啦。咁佢哋都可能有自己嘅谂法，究竟佢系咪配得有呢个医治啦？在旧约，这个是完全旧约的想法来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或者他们做得不够好，所以他们得不着医治。但当你不停地用恩典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女人曾经在我们面前，她很聪明，咁啊，好有钱嘅女人就系咁同我 argue， 就话我唔可以，即系点解唔可以得着医治？跟住咧，我当我去用神嘅话语嗰阵时候，我其实当时我系用神嘅话语同佢不断咁样样去讲话俾佢听，解释俾佢听。突然之间嗰刻，我觉得佢有信心啦，因为佢突然之间佢觉得个女人好嬲啊，佢觉得个女人就觉得个佢哋嗰个牧师咧系一直教紧错嘅嘢俾佢。但系你呢个后生仔，你咁个女人就问我，咁你想我点样样做？跟住我就同佢讲话。佢个女人就话你就为我祷告啦，咁个我就为佢祷告，跟住佢就起嚟就可以开始行得到啦。所以个女人到最后咧就个女人咧就调翻转咧就即系佢俾另外一个女人推入嚟啦。咁但系咧当佢走出去嗰阵时，佢调翻转，佢就邀请嗰个推佢入嚟个女人嚟坐喺轮椅度，佢就推翻个女人周围走。咁佢就所有人都听到睇到好惊讶啦。咁就相信我就真系嗰个被神所差派嘅牧师啦。所以千祈唔好净系听人哋所教嘅嘢，你一定要自己睇圣经。你唔系净系听人哋所讲嘅教导，而系你要去自己睇神嘅话语系乜嘢。你要可以先至有嘅能力分辨到究竟人哋所讲嘅系乜嘢嘅信息。咁我哋睇到咧之后，保罗巴拿巴咧，佢就已经系可以去行啦。佢咧听得好清楚咧，就当保罗去讲道嗰阵时候，突然之间，保罗咧就觉得知道呢个男人系有信心去得着医治，佢就大嗌就话：你奉主耶稣嘅名起嚟行啊！咁嗰个男人就起嚟咧，佢就行啦。如果你从来都未经历过咁样样咧，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去用神嘅话语去讲先。无论你去到边个国家都好，我知道嗰刻咧，当嗰啲人听到一个某个程度嗰阵时，我系知道咧，嗰啲人已经得着医治，因为你会睇到咧，真系。那个人是真的会是啊，我真的见到个女人，好像我见到个女人是真的得着医治一样。如果保罗当时没有这样去讲道传讲道的话，我不知道，我可能他都没办法经历得到。咁佢哋所有人就觉得保罗系个神啦，因为佢哋唔相信咧一个人可以做呢一个神迹奇事。但保罗系需要真系哇，拿开佢件衫掹走佢就好悲痛欲绝咁样样咧，就话唔系我啊，我只系咧去讲神嘅讲嘅道，就系神喺你生命里边做，唔系我啊。所以如果你系，即如果好似等你去为人哋去祷告，突然之间嗰个人得着医治嗰阵时候咧，佢哋就觉得哇你好劲啊，你好神人咁样样。但系其实唔系啊，即系你系当你去讲神嘅话语嗰阵时候，神系确定佢嘅话语啫。咁啊，好似好多特会咁样啦，我哋嚟松下自己先，有少少嘅细break啊。
如果你需要去廁所，你就去啦。Okay, good. So, what we're teaching here is how you get healed through. 我哋今日所讲嘅道系教你点样样透过你自己去经历，透过神嘅话语去经历神嘅医治，同埋你为人哋祷告嗰阵时候，或者为人哋服侍嗰阵时候都可以咁样做啦。咁可能有一个人就有人问就话，系咪神嘅心意要让所有人都成日都要去得医治咧？系咪神成日都想人医咧？你知道吗？有九十几个 percent 嘅人咧，系好多人都唔相信系神嘅心意去医人嘅，因为佢哋净系就系睇翻旧约嘅发生嘅事。咁我想话俾你听，系神嘅心意俾我哋成日，我哋系永远让我哋所有人都得医治嘅。系咪神嘅心意系让所有人都得着救赎咧？是的、哦、那所以呢，是不是神的心意是让所有人去得着医治呢？其实都是的、哦、很多人只是相信或者可以接受得到呢，就是我们是救赎是给所有人的。但很难去相信医治是给所有人的、哦。咁每个人就话神一定系想所有人得着医治嘅，但系咧，当我哋讲紧系咪神想你得医治嗰阵时候咧，你就唔系，我唔知道。点解佢哋有咁嘅谂法？因为佢哋系基于佢哋嘅经历所去谂嘅嘢。因为当他们的总结就是，当那些人是有圣洁的生命，真的很相信神，他们才得着医治，但那些不是，那些就得不着医治，不是。你信心是会运行得到，当你很清晰他的话语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但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清楚，也都不知道是神的心意要让他们得医治。最大的障碍让人得不到医治的，就是他们的心里面是怀疑，没有肯定究竟神是不是真的想医他们。很多人知道是有一些医人可以得医治的，但是今时今日很多的教导呢，是令到人是很多时候得不到这个医治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不认识是神原来真的永远都是想我们得着医治的。这个很忠诚的医治呢，就是神一定会医治的，是因为呢我们有没有去有决定于有没有去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能力去医我们，不是因为神没有医治的能力。咁如果我今天跟你讲，如果我今天跟你讲，我给一千万你，但是呢有些人就，我可能有些人有啫，未必是我的。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政府下了个命令，每一个人都要拿到1000万的话，你就会有信心可以拿到的了。因为你知道你是有一个肯定，有个保障，有个应许，有个法律告诉你，你是已经有了这个应许。所以信心是必须从听到而来，不停地听到神的话语。这个讲道呢，是不应该只是可能做一个好像很实际的话告诉你听一些的事，不是在讲道的台，应该是告诉你听，是让神的话语是展开在人前的。所以如果这个人可能有一天有一个有钱人，是的，就是告诉你听，我有给三个人呢1000万的，咁可能你就只是觉得或者可能我会得着个1000万。但是如果亿万富翁就是说，我去了政府的
法院嗰度咧，我係攞咗依個法律命令，有埋你嘅名喺依個嘅命令文件嘅裏邊，喺香港嘅法律嘅底下，你哋所有有名嘅人就會有能有權力去攞到個1000万嘅時候，你我一定肯定，你哋所有人咧就會好開心咁排隊去。等去攞咗1000万啦，依个就系应该当你去领受医治嘅时候嗰种应有嘅心情同埋明白。因为喺医治里边有确据咁样去得着呢个医治嘅信心咧，系基于更高嘅权柄。我哋要好清楚，所以系冇，我哋唔会留有任何余地系让我哋有怀疑嘅空间。喺神里边，喺圣经里边有七个嘅应许，咁而到最后一个嘅应许咧，就系耶稣所做嘅应许咧，就系将之前所有嘅应许都系已经系拎走噶啦。点解咧？因为以前嘅所有嗰啲嘅所有嘅旧约里边所讲嘅嘢，系讲紧新约喺神嘅耶稣嘅里边做咗之后嘅里边嘅嗰个影射嚟嘅啫。冇任何人可以比耶稣所定嘅契约更高，因为耶稣就话：如果你睇到我，你就睇到天父阿爸天父。你见到我喺度所做嘅一切嘅工作，系因为耶稣因为天父想要我去做嘅。所以你睇到耶稣点样活出生命嘅时候，就系天父阿爸天父想我哋点样活出嘅生命。我唔理。当然有很多人有很有智慧，他们有很多智慧去讲很多的所谓的教导，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耶稣所做的教导更高。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神天父是透过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去传扬神的话语。我发觉在新约里面，如果啲人就教你啊，你去祷告啦，你去领受神嘅话语去点样医，或者系去用你自己嘅方法去得着医治，嗰啲都系错嘅。因为唯有喺神嘅耶稣嘅说话，唯有喺耶稣嘅说话里边咧，你先至可以得着嗰个医治，就系、是。Can you say, Amen? Jesus said the devil is a murderer. He's a father of all lies. 那惡者，即係撒旦咧，係不斷咁講大話嘅，係不斷咁講大話去呃曬所有人。我哋去一齐睇希伯来书1:1-3，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咧就系嗰个一模一样喺天父一模一样样嘅100%嘅肯定嘅神嘅一个真像啊！耶稣就系佢代表住天父嚟到呢个世界俾佢睇到嘅嗰个真像。佢咧系完成咗咧去为我哋去完完全全洗洁净我哋嘅罪嘅洁净啦。佢已经喺十架一次过做晒所有嘅嘢。佢亦都坐咗喺佢最高嘅座位，就喺天父嘅右边。
當然有些人去到老的時候，即不是說去 先知性的東西。我們現在所以你 make that will so that you can leave an inheritance and it's legal and it's the will and it cannot be interfered with because it's the will, it's a legal document. Okay? 當你去，譬如話你去做遺囑嗰陣時候，其實你係想要確保保障你嘅兒女得著你嘅繼承你嘅財產啊嘛。所以耶穌所彰顯所話俾我哋聽嘅就好似佢俾我哋嘅遺囑一樣，係冇任何嘢。當喺法律上已經確立嗰陣時，冇任何嘢可以拎走嘅應許嘅。所以任何依個人喺依個世界嘅人話俾你聽，呃你話依個係錯嘅。有啲人甚至係教你唔係神嘅心意係去想去醫治你嘅，依個就已經係謊言啦。點解好多人得唔經歷唔到神嘅醫治咧？唔係因為太多嘅罪喺呢個世界，係因為佢哋冇聽清楚神嘅話語，而不斷咁樣俾呢個世界話語所呃咗。呢個係好危險噶，係一個好嚴重嘅事。我想有一個很強烈的話語話俾你聽，如果你改變神的心意，去扭轉他對人的心意那種愛的話，你是有問題。因為在這裡聖經裡面講了，耶穌就是那個 100% 完完全全代表著阿爸天父的那個形象，耶穌就是神本體的真像。佢从来都冇，耶稣从来都冇同任何人嘅人讲过话，神咧系会藉着呢个病去医治，去整治你啦，去教导你或者去管教你，唔系啊。耶稣去嚟到人嘅里边当中，佢每一次同每一个病人都话：我会医治你，我会医治你，我会医治你。耶稣系医晒所有嘅人嘅。如果耶稣佢系每一次都系医晒所有人，而你话俾佢听话唔系，唔系神嘅心意去医所有人嘅话，咁即系话你话耶稣所做嘅嘢系错噶啦。因为喺新约嘅里边，我哋睇到每一次都系耶稣医晒所有人，所有嘅疾病，所有嘅所有嘅嗰个被鬼附嘅 case 咧，都系会被挪去嘅。在新約的裏面，我們看到是在十架之後發生的事。今天我想你去教導你，多於去告訴你為你醫治，我想教你關於神的醫治是什麼。有很多人不断地分析他的罪，他可能他心灵里面有什么罪是阻挠到他们得着医治。当然他们是很深，即 是真心想你好的。但我们要问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即是一个天父的真相是想人医治呢？如果那个人是充满着罪的话，当你去明白为什么耶稣是想人，他的意愿是让所有人得医治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去求他，乞求他去医治你了。你只是需要很清晰神的话语，知道原来就是他的心意要去医治你。你一定要记住圣经经文，永远都可以解释自己圣经经文的。记住啦，依家我哋一直咧系喺广东话咧系讲紧嘅。我哋知道咧系用广东话而家对香港人讲紧呢个信息。所以由而家开始，我哋完成嘅时候，今日我哋系有依一个嘅信息。如果你有朋友在医院的时候，你可以将今天的 video send 给他，是一个半钟头是已经预备好的了。因为你告诉他，有很多人你在医院里面等了整个几星期都未必有医到，但今天其实我们听到一个半钟头，可能你就有机会去得着医治了。那你究竟想要什么呢？
所以我哋今日可以将个信息俾广东话嘅人，喺佢哋去医院之前，俾佢听到啦，要信息啦，俾你听到我哋今日所讲嘅嘢，系喺今日我哋有个用个经文。因为我哋知道咧，系更加多嘅人喺出边嘅人咧，系需要嚟到我哋当中啊。马太福音十四章廿三十四节，八章十四至到十七节，就咧耶稣嚟到彼得家，睇到彼得嘅岳母咧正发烧躺着，耶稣一摸他的手，烧就退了，于是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傍晚，人们把许多有魔鬼附身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话语一出，就将嗰啲嘅邪灵都赶咗出去，并且将所有患病嘅人预知痊愈了。咁十七节就讲咩啊？佢啊！是这样啊，藉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就应验了。他亲自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在圣经里面是会是用着圣经的话语去解释圣经的话语。耶稣在十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所有的软弱和疾病，所以是医晒的了。在那一刻，当耶稣在十架上钉死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医晒所有东西。而当时以赛亚书已经在讲了，先知预言了，就是说是本身是要惩罚我们的神已经拎走了我们的软弱，拎走了我们的忧伤，因为他已经将我们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困难都拎走。为什么耶稣摆在十架度呢？神已经拎走了所有我们 的控诉和困难和疾病啦。神就是想我们是完完全全去活在祂里面，因为祂拿走我，祂就令到这些东西不再在我们的负担，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些什么才得着。所以我想告诉你，十架到今时今日都依然是医治着所有的人。圣经是会解释到圣经的。为什么耶稣是可以将所有人医治，并且是他的意愿是医治所有东西呢？所有人呢？因为就在以赛亚书那里讲了，他亲自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在十架上，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是将我们的拎走了，我们所有的疾病，在十架上他将所有所有的人的罪的惩罚的疾病都拿走了。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已经讲了，马太已经也都讲了，也都是永远是看到在马太所记录 的耶稣都是呢，在他上十架之前呢，是每一次他服侍都是将所有人都是得医治的。所以是同样的，我们今时今日我们活着十架之后的呢，我是会是我们得着十架的力量。我也都从来没有听到牧师讲话，我从来都没听过牧师讲呢，是神不想拯救你，神不想去原谅你的罪，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任何牧师这样讲。所以同样地，神其实是不会说我不想医你的，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完完全全代表天父的真相。他在被钉十架之后，他所做的服侍的里面，你看到是他 所有人都得着医治，所有人都得着救赎。当一个人他是想要他们的救赎 多于他们的医治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没有去真的尊荣神的话语。我想告诉你，你是不可能分开将原谅、宽恕和
醫治是分開，因為疾病的來源是來自當亞當一開始犯罪的時候，最進入疾病就進入了。所以當你去在被耶穌在十架度去寬恕並且去拎走我們所有的罪的那刻開始，同樣地他都是拎走我們所有的疾病。就好像有一次耶稣就问，究竟哪一句说话是容易一点说呢？是我原谅你的罪，我原谅了你的罪，一定是我叫你起身，即是你那些瘸腿你瘫痪的人叫你起身跟着走呢？哪一个会容易一点说啊？因为耶稣看到在那个瘫痪的人里面的信心啊。Forgive sins. Only God can forgive sins. And the Pharisees try to shut down the miracle straight away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us tradition. 当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就话啊，我已经宽恕你嘅罪啦。咁嗰啲人系想要即系停止佢嘅神迹奇事。但系跟住耶稣再嚟一次嗰阵时候就嚟咯，我就要令到你起嚟起身行。因为耶稣已经在他的服侍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宽恕人的罪和医治人的病是同等那么重要，他是同等那么重视，他想要去让人得着救赎，同样地他很想人得着医治，不是为我们，是为他。Amen. 阿们。我今天完成了我的部分，就是我去讲佢道啦，因为信心系从听道而嚟嘅，佢会做佢做嘅嘢。我哋去睇诗篇103:2-3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神就耶稣就话你我心啊，你千祈唔好去忘记佢一切嘅恩惠。我哋唔系喺呢个世界嘅智慧要活着。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但系好似活出个生命，好似不信嘅人一样。佢就系话你唔好唔记得佢嘅一切恩惠。佢系赦免你一切嘅罪孽，唔系一啲嘅罪孽，系医治你一切嘅疾病，唔系一啲嘅疾病。我哋就嚟完噶啦。Oh man, we have so much time now, Sean. This many series. How many know that Jesus? 有几多人知道咧？我哋神耶稣，我哋想我哋去医所有人，我哋去教所有人去有嘅医得着医治咧。你可以去睇依一个书咧，其实已经系翻译晒噶啦。Ash 咧已经系带领啲人去睇依一个嘅书啊。其中有一样嘢，神所做嘅最伟大嘅事就系佢医晒所有人嘅病。他说耶稣说如果那些人是相信我的时候呢，我所做的事他们都可以做得到。你知道吗？耶稣是想我们所做的神迹奇事是比他更多，根据圣经里面。经文在哪里？经文讲啊，你会，耶稣跟我讲话，你会所有相信我的人，你就可以做同样的神迹奇事，甚至比我做的更多。你知道吗？耶稣是想我们所有的人都做到这个神迹奇事。为什么？因为当他在这个地世界的时候，他是被这个世界这个人的身体困住了，他只可以在耶路撒冷。他没办法去所有的地方，全世界每一天去为不同的人去医治。跟着耶稣就觉得他太多人，这个世界太多病的人。这个不是他说我很想当时中东的时候，那些的人其实他们看到很多人还是有病的，不同的疾病，但太多的疾病，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病啊？
跟有啲人就問你係咪你有冇去到醫院啊？最近。咁耶穌就話：我真係冇辦法將所有人去醫治啊！但係唯有就係求問上帝天父，將所有相信佢嘅人。去使用他们，让他们去在世界各地去做更多的事，去医更多的人。所以我们所有的人，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了，耶稣已经为我们讲了，就是说所有相信他的人，我们就可以做到耶稣的事，并且是做得更多。我们没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不是只是一个牧师才可以，但是所有人，所有听到神的话语，明白他信他的话语，相信他话语的人，他就可以做得到。所以当你去有信心，你要解到那个人有信心得着医治的时候，你就去为他祷告了。但如果你见不到他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要为他祷告住先。我试过，我有一次去到医院的时候，我就给了五日的他们教导，叫他们听。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听啊，他没有。哦，个 TV 有其、TV 有其他东西在看。但是有些人，如果他真的，如果个人真系想得着医治嗰阵时候，佢哋就好渴求想要认识，想要知道嗰个真理。所以咧，你唔好去尝试强迫人哋接受医治。如果嗰个人根本就唔想得着医治，但有啲人我俾一啲人去听嗰五个日嘅信息，佢哋不停咁样听到嗰阵时候，我一为去祷告，佢哋就得着医治。所以其实最重要嘅就系将神嘅话语摆喺一个人嘅生命里边。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三至三十八节咁讲。他们来到加百农在屋里面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跟着那时候门徒呢就一声不响。OK。Mark， 是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至三十八节。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Have you got Matthew? No, it's fine, guys. Are you nearly there? Okay, let's go. Thank you so much. 哦，系马太福音。I probably wrote it down as Mark. So anyway, and when. Okay, 马太福音九章。The crowd was amazed and said, "Nothing like this has ever been seen in Israel." 马太福音啊，九章三十三至三十八。Same today, the devil's doing these healings. Jesus went throughout all the town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 synagogues, proclaim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耶稣咧系行到各城各市嗰度啦。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见到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母牧人一般。于是门对门徒说，你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咁我哋又谂边啲人可以去同呢啲香港人去讲呢？但系唔好再俾佢哋喺呢一个嘅困苦里边同埋控诉里边活着。佢哋有冇听到神嘅恩典信息啊？究竟发生紧啲咩事？我其实喺呢个街里边去祷告，我尝试去为嗰啲人咧去祷告嗰阵时候，嗰啲人就唔好为我祷告啊！我要用神系用紧我病去医治佢，去服侍佢。唔系我唔系想试控诉佢。但如果你见过我在自己私人的祷告里面去祷告的时候，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看到有很多的错误的教导入嘴的地方，香港是会经历得到一个很大的、很伟大的新约的这个关于十架上工作了的神迹奇事的经历的同在。我想告诉你，
好多人今日喺香港，好多人已经唔再去教会啦，因为佢睇唔到有神嘅能力啊。但系只系不断咁样听到控诉，神嘅喜乐系永远同你同在嘅，因为所有嘅控诉，所有嘅嗰啲枷锁已经拎走咗，神已经拎走咗。你而家只系会越嚟越少去犯罪，喺恩典嘅里边，你会越嚟越少犯罪啊。而不是在律法的里面。我就很开心，神，我没有去到好像那些人那样，我就是不断这样是跟你的爱在里面去联系，我会去在你面前谦卑下来的。我们要知道，哪怕是我们骄傲地去推开他，他都是爱你，他都是去为你庆祝，他都是去确认你，因为你已经在新约的里面了，你是在不同的地方，你不需要用你的能力去证明你是好的，不需要，因为你怎样都好，他都是爱你的。好啦，我哋用三个经文去完成佢啦。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知道咗就离开嗰度咧，有一大群跟住佢，佢将所有嘅病人都医治咗啦，佢将所有嘅病人都医治咗啦。系咪有啲人？点解有啲人系冇办法去医治咧？因为嗰啲人咧喺佢嘅家乡嗰啲人系妒忌佢，唔相信佢。但系当我哋有谦卑嘅人，我哋相信佢嘅人咧，就会得着医治啦。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Well, this is good enough. Okay, here we go. Let's read this. 路加啦，我哋路加六章十七至十九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在一起有好多嘅门徒，又有好多百姓从全犹太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要听他的讲道。When they had crossed over, they landed at Gennesaret. Okay, we're going to look. 去翻马太福音喎。Okay. All right, let's stay. Verse 34. 好，我哋三十四节咁讲。他们呢渡过了海，在隔离撒勒上岸，那里的人认出耶稣，就打发人到整个周围地区去，将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求耶稣让他们只摸一摸他的衣裳，奉旨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不断咁样，好多嘅经文里面都系讲咧，耶稣已经为佢哋医治啦。So we're going to all be healed on the cross prophetically, and he heals all today retrospectively. 所以咧，神系对人系会有医治嘅，因为十架所做嘅事。我哋不断咁读头先讲过嘅路加福音啦、马太福音同埋马太福音，都系可以喺我哋嘅 WhatsApp 里面睇到嘅，我哋可以睇翻。我哋喺新约嘅里边咧，我哋知道咧，神系会医治所有人嘅。所以当十架走，当耶稣在十架死了之后，他去了天国，他就将圣灵交给我们，让我们去教我们继续在神的里面怎样去医治神，医治病，怎样去靠着神的话语去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那里，就是当新约的人在充满了神的话语，充满了神的圣灵的时候，那个的能力就临在了，好像耶稣的能力一样，就好像耶稣在三十年的里面医不到任何，没有神迹奇事，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服侍，就好像使徒行传一样，耶稣叫我们不要去任何地方，要留在那个地方，直到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刻开始就充满着我们，就充满着大能，是将神的话语，他的能力是全遍各地的。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的，在使徒行传
and those tormented by impure spirits, and all of them were healed. Let's just put that up on Acts 5:16. Let's just see that. 使徒行传五章十六节，就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灵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镇来，他们全都得了医治，全都得了医治。耶稣已经翻咗天家噶啦吓，佢唔系为其他人去祷告噶，就系有啲人好似我哋咁样样去为人哋去祷告嗰阵时候，嗰啲人就得医治，所有嘅人都系得着医治嘅。当神嘅能力降临你嗰阵时候，系冇嘢可以拎走嘅。我哋都系有同样嘅圣灵，我哋唔系有个细微迷你版或者 BB 版嘅圣灵，唔系，我哋系有神嘅灵啊，系三位一体嗰个圣父、圣子、圣灵嘅同样嘅圣灵喺我哋嘅里边居住住咧，并且系有着。同耶稣一模一样的能力是可以让所有世人都得着医治的。所以我们是知道我们今时今日我们不再在 under, 在律法的里面，我们在灵的里面，我们在圣灵的应许的里面。当耶稣说到我会派个保惠师来到你的当中，并且你得着能力呢，是将我的能力我的信息传扬开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个圣灵里面呢就去得着医治，得着那种能力，就好像我们有着耶稣的宝血，是为他这个世人在这个世界的东西，是将所有的神的能力去到当中，在他的医治的里面，在你的能力里面是有应许，是有确据，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拎走了所有的罪，是因为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不是因为他们依然活在律法的当中。所以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其实我们人相信在他有着圣灵的人都可以让所有的人得着医治，所有的人得着医治。好，你可以五秒里面就完成了，完成了今天讲到。有些所谓的传道人或者他们学的信息，其实这些都是很头脑式的知识，好像让你很有哇很厉害的样子。但有些人就说他们是没有任何圣经的根基咁去讲，佢话咧喺十架之后嗰几百年咧，系已经冇咗神迹奇事噶啦。点解佢哋咁样讲咧？点解佢哋又唔去讲话啊？当十架完成咗之后嗰几百年咧，系冇救赎都唔再存在咧？当然唔系佢哋嘅问题啦。佢哋可能睇到啲以前即系嘅一啲事，而令到佢哋有咁样嘅结论啦。但我哋今日睇圣经嗰阵时候，好清楚喺神嘅心意里边，永远都系让所有人得着医治。所以你今日听到嘅信息嗰阵时候，我哋嘅信心系从听到而嚟。点解佢哋唔可以讲原谅呢个宽恕罪同埋医治疾病系同样重要呢？他们如果他们这样说，才是代表着十架的能力是越来越减弱。为什么在十架的里面是可以在他的能力是传递到永远的，是完全没有减弱过的。保罗他里面说，如果你加任何的东西，在十架上加任何人的东西，你都是等同于毁灭了十架本身的能力，因为十架本身自己已经是有能力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呢是宗教的灵让律法从旧约的里面尝试带回在新约的里面，是去毁灭减低所有十架耶稣为我们在十架上做一切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在里面，当我们是有十架的能力的时候，你是凭着十架的能力和应许去赶鬼，去医治，去让人得着新的生命，是宽恕人的罪。
十架加零就是等于所有的东西，如果十架加上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会毁灭了它本身的能力的。Just lift your hands. 我们呢举起手，神啊，我们接受你的话语，而你的话语是很清晰很清楚的。父，你多谢你，我哋今日所讲嘅讲个道咧，我哋对于一班好靓嘅人、好好嘅人，佢哋真系好接受你，我哋真系好尊荣咧。我哋今日喺你嘅同在个里边一齐同聚，我哋咧系去颁布你嘅命令，将你嘅话语系好简单咁直接从天堂嘅国咧系嚟到我哋当中。多谢你嘅话语，系你话俾我听，耶稣系以前、而家同将来都系永恒存在。不会改变的，就好像耶稣当时在地上所医治的一样，今天我们会见到神的，你的灵是做同样的事，你的圣灵在我们一起已经在一个地方，他是去恩膏你，去传扬好的信息，将自由的信息入到那一些是被捆绑的人，他已经为你是恩膏你，是去做耶稣同样的事，他已经是恩膏了你，是让所有那些被捆绑的人都要去打开，他已经恩膏了你，将希连的信息释放，自由的信息带到人的生命的里面，他亦都是将敬拜这个心，这个的恩膏的油，这个的披肩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可以有恩膏呢，是去建立神的话语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为人为神的国度去种公义树，在个香港的地方，让他这里的人经历到神 的能力，让那些呢是瘸腿的可以行的，甚至有些人可以是从死里复活的，是让盲眼地得看见，所以你就去释放他们，你让他们经历得到呢，是释放他们从困难的里面，从困苦的里面 去起来去复活他，让他这十架大能在这个地方很大地去充满，因为神你的是一个很大的圣灵的力量要来到这个地方，不会再被任何东西去减少揽得你一丁点的能力，因为神你的复活的大能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信我们经验是活着的了，是活在你的十架的里面，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我奉主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着上帝的大能是去服侍到所有人，让神迹奇事更多更容易在这个地方彰显，神啊，我就举起升起我们，起来我们，我们会入到去上帝你的宏力，你的国度的当中，让真正信息 恩典的信息，基督徒真正的能力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彰显，即使是现在，让我们这一刻就圣灵去我们当中去跳舞，去兴奋我们，去兴起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所有人都可以有着能力去为，是用你的话语去服侍这里的人，我们不是只是去期望，但我们是真的知道我们这一刻我神的大能的医治就在你的里面，那些我们听现在讲到的人，是香港人也好，外国人都好，我都宣告你是要得着从这个荧幕的里面，是没有荧幕的界限，你要亲自去领受神的大能，你要从今天所听的道里面，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就如种子一样，我宣告这个种子是要起来起来起来，并且要医你所有的疾病，我宣告所有的困苦，所有的控诉都要离你而去，我奉主耶稣的名去宣告，哪怕那些是 医院的，可能在你的凳里面坐着，在你 office 在你家坐着，我奉主耶稣的名去宣告，因为神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所以同样地你要得着神的医治，因为在新约的里面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话告诉我们，你是他是想要你所有人得医治，所有的
病、所有嘅疾病、所有嘅呢啲控诉都要离开嘅。我奉主嘅圣名系粉碎一切拿恶者嘅攻击，所有嘅呢啲嘅拿恶者嘅呢个嘅枷锁，我奉主耶稣嘅名去宣告，你所有呢啲痛都要离佢哋而去。系啊，我奉主耶稣嘅名去斥责一切拿恶者嘅攻击，所有嘅疾病、所有嘅死亡嘅控诉，都要同我离佢而去。我奉主耶稣嘅名宣告，而家嗰啲人可能喺病床度奄奄一息嘅，我奉主耶稣嘅名宣告，当佢听到呢一个嘅经圣经嘅经文嘅时候，要相信嘅时候咧，个哪怕拿恶者佢要怕。他要离开你而去，并且要将死人复活了。我宣告，当你是行在耶稣的生命的里面，他的应许的里面的时候，你就经历得到这一种复活的大能，要在你生命里面大大的彰显的当中。我奉主耶稣的名去宣告，所有神的话要入到你的里面，在你的情绪里面，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脑袋的里面，所有阻挠一切阻挠神的话话语的能力的东西都要拿开，是我奉主的生命释放那些枷锁，将所有的这个的医治的大能的火要来到个当中，自由释放的灵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啊，阿们啊，感谢你神啊，哈利路亚， praise you Lord, praise you Lord, praise you Lord, 感谢你，敬拜你神，多谢你上帝，多谢你上帝，多谢你上帝，我奉主耶稣的名去宣告啊！阿门，阿门，阿门 ，Amen。阿拉玛西德拉里卡圣多拉里，阿拉玛西。我觉得咧，我哋已经经历咗好多。